由娱乐现场节目主办的2012娱乐大典3月28日在北京举行，赵雅芝、佟大为、刘亦菲、刘烨、李宇春、李云迪、倪妮、陈思诚等近百位明星出席。而当晚最大的赢家就是先后斩获年度最具影响力女歌手及年度青年榜样两大奖项的李宇春。当天，刘亦菲作为颁奖嘉宾为赵雅芝颁奖，同样也是塑造了不少经典古装形象的刘亦菲，在面对前辈赵雅芝时不仅有些紧张，表示赵雅芝是她儿时的女神，也是一个完美的梦。今天在场的那个赵雅芝也是我心目中的女神，是我的一个梦，这是小时候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榜样。连明星都这么追捧，被誉为不老神话的赵雅芝却对此看得很淡。没有，我想是大家对我的过誉吧，是大家过奖而已。我觉得东方人比较在外貌上我们有个优势，就是比较显小，是吧？爱奇艺北京报道。